我们俩这喝着聊着，哦，老王又进来了，打扰一下啊，啊，又来串门的了，谁来了？谁来了？那个阎王爷上咱这串门来了。阎王，上帝说这玩意儿，咱跟他井水不犯河水啊，就是那地狱，进来吧，哦。又在外边，阎王爷进来了，嗯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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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对，阎王爷说相声啊，见面倒辛苦，可不是江湖吗？啊，坐着坐着坐着，嗯，上帝。这个咱们一直商量，咱们一块儿搞一足球赛，那事儿怎么着了？比赛呢？上帝乐了，去去去去去，玩玩玩玩玩去！怎么个赛？一赛你准输，凭什么输啊？好球星都在我们这儿呢。嚯！阎王爷乐了，嗯，你别说大话啊，黑哨都在我那儿了。好嘛！谢谢，哎呦，还有不了不了。哈哈哈晕了吧，对，哦，谢谢，哎呀，跪下吧，跪下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含笑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这样这个无以为报啊，嗯，还有没有？还要，闲着也闲着啊，因为你们我都开了一花店，谢谢，嗯，国庆期间，嗯，连着说好几天的相声，嗯，也没有别的手艺，嗯，一二三三天在德云社直播，每天晚上新浪直播，对，四五六这三天在北展这儿，哎，连着三天。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嗯，大伙儿实在是厚爱捧我们，不敢当，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嗯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哦，谢谢，哎，谢谢，谢谢他说他支持我，啊，他可没说支持你那谢谢大家，嗯，这个天儿也凉了，嗯，一眨眼的功夫从夏天到了秋天，嗯，出来进去的各位多穿点衣服，嗯，脑子上看看有汗没汗，别着凉，注意保暖，嗯，老话说得好，嗯，保暖思淫欲，啊，您这都不挨着这几句话啊，不挨着啊，当然了，我是好意，是吗？好意啊，嗯，健健康康的，嗯，来听听相声，是相声让您乐发笑，打心里听完高兴痛快，对啊，嗯，这行挺简单，嗯，但说好了不容易啊，得下功夫，状元才英雄胆，城墙后的一张脸，哦，怎么讲呢，状元才什么都得会，什么都得研究，哦，状元才英雄胆，是得有胆子，哦，胆儿得大，一上场这么些人，嗯，我走吧，嗯，走不行，城墙后的一张脸，这说的是老先生说了，上台之后喝得出去啊，嗯，别害臊，哦，别害臊，你觉得哟这么些人，我这是怪难看的，我得要我这脸，我害怕了，嗯，要脸就是不要脸，哦，不要脸就是要脸，这话怎么说呢，你瞧我喝出去了吧，嗯，我就爱怎么地怎么地了，嗯，撒开脸观众爱看，哦，好像不要脸，但实际上有脸，露脸了，而且来说不管人多人少都得这么演，那当然，你看今天北展这坐满了，是啊，起码坐满，这富裕一个座儿，我下去，哎，没听说过，啊啊，这么些个人好好说，嗯，那么三五十个观众呢，你也得好好演，这是艺德呀，这是必须的，嗯，人多人少没关系，一个样，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对，跟澡堂子似的，嗯，就一个人洗，嗯，你不让人洗那也得洗，挺大的一澡堂子，洗浴中心，哦，就一位跟那儿洗，嗯，经理越看越恨这个，不爱看，哎呀，这不够垫钱，放水，放水，那位正高兴，一低头，哟，嗯，退潮了，好，没水了，
不行。嗯，人少也得让人喜。嗯，说相声也是如此，一样。另外啊，多看书，学习，开阔眼界。对，老话说得好。嗯，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小海无涯苦奏舟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一句话倒好几个字啊！您这，你来一遍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好，成功啊！我成功过呀！您得说对了，我说不对啊！嗨，知道意思就得。我这嘴有毛病啊！啊，多念书，对，多看看这些个新闻，哦，时事了解一下。嗯，最近有一嫦娥二号上天了。哦，我挺高兴。您高兴啊？这刺儿一点，哦，就想起当年了，您拿火柴点啊，神通俗易懂，这么一说都听得明白。没听说，我给你点个香呢，点。你跟这个外行你就没法聊。谁呀外行？因为这个他人家往月亮上去的，哦，知道吗？我就形容一下，啊，是吧？是啊，哪能点火柴呢？不是笑话吗？对，挺大的一大火箭，嗯，然后这几面都有人啊，哦，预备开始，扛火打火机，没气儿了，别摁了，你让人活不让活？你跳一下，什么呀？人家高科技，你不懂。勘探月球表面啊，探讨这些个空间呐，啊，地球这些个知识吧。哦，回来之后好。哎，跟我们大伙儿念叨念叨啊，哦！虽然说我不懂，但是我很喜欢，关注。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，我要能当一个宇航员得多好！哦，您有这理想？看过好多这方面的书和材料，是吗？但是说句良心话，嗯，停留在一个很浅的位置上。哦，您还自知之明？我查了不少了，是吗？人家说天上失重，什么叫失重？就人上去之后啊，你不是说就这样站着？啊，能飞起来，哦，就飘着，哎，啊，这地心引力就没了，哦，这词儿，这飘着是吧？好，飘着有什么可好？你我就没想好这词儿啊，上天上就飘着，啊，您好人上天了，您就别跟地下一样了。我就飘着、哎，人吃那饭，我查了啊，宇航员吃什么呀？吃的呢都是就够一口的东西。怎么着？因为他这东西容易飞，飞，哎，有的装着牙膏里边，那袋儿挤，哦，是这么吃，闭上嘴嚼，哦，那米饭啊，真跟咱们似的，盛一碗就全飞了。哪有上那儿吃米饭去？哪儿有吃米饭？人米饭都装好了，米饭装在那里边，和上炸酱，搁着就好了。米饭和炸酱饭吧，炸酱饭像饭。哎，我还练过这个。您那会儿小，我说这有一天我能上天多好。哦，小饭馆吃饭，哥几个来，来拿米饭砍我。哎，拿米饭砍，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晃。哎，一脸都是。嚯，来拿着馒头拽我，快点练，啪啪，那菜。鱼香肉丝，红宝鸡丁泡，哎，来赶紧，那什么，酸辣汤，来赶紧啊！一真的啊，后来一看，又不行，嗯，我得躲开你们。为什么？端着火锅来的，这好嘛？宇航员没有烫死的。我说我喜欢这个嘛，我拿这练，为了练这个，那个不能吐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就别晕船。哎，很高，对啊，咱不懂那个，就是说你还得转悠是吧？哦，你不怕晕？楼底下小花园我还去了，干嘛去？孩子们玩那个转椅啊，啊，走，都下去，好，听话，走。哎，你别闹，叔叔要训练了，这就训练啊，坐在这儿，来，都回来，推回来，快点，你还小点儿，快，停啊！哎呀，我那苦胆哪儿去了？苦胆都吐出去了啊！练这个，我还练过不孕。下多大功夫你？喝出去，这都得喝得出去。您练过不育没有？育，您要练好了，就省得上新兴医院了。
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不晕？不是怎么说来着？不晕，不晕船，不晕高。哎啊，对，不晕高啊，不晕高，对对对。你上上面你晕了那不合适。对，我练过这个。哦，我找一特别高的大楼，嗯，三十来层，嚯，上电梯，嗯，俩钟头愣没上去，怎么回事？停电了。这废话，停电。爬到顶子上面，站上面往下瞧，我的个天哪！哦，太高了，三十多层嘛，正锻炼呢，底下来一大帮警察，干嘛呀？下来吧！啊，工头答应给钱了。哎拿当民工了，这研究嘛？您这什么研究啊？您这长知识哦，这我都了解，您都知道，包括这个克隆，嚯，克隆你懂吗？我就听说过，克隆就是复制，啊，对，是这意思。比如说啊，有一只牛，哦，哎呀，你一个牛，这个打算再有一头牛啊，两半呢？怎么办呢？给这头牛找一半，知道吗？找一半，哎呀，俩人跟一块过日子。过些日子就有小牛了，这叫克隆啊，这叫配种，知道吗？现在都这么干，克隆是高科技。您这，我这是初步，这是刚开始。什么初步？它不挨着您。再后来就不一样了啊！从他身上，然后提取那个 NBA， 知道吗？从牛身上打出俩明星来，打篮球的你这外行，我谈不到一块儿。什么叫 NBA 呀、啊？那叫那个DNA 啊啊！我记有 NBA，NBA NBA 是美国篮球。哦，打牛身上弄那个 DNA， 然后又怎么弄，哗，到最后嘣啊，哎，又出来一个猪，没听说过。打牛身上来嘣一下，还出了一头猪，出来还出一什么？你说？还得出一模一样的牛啊，一模一样啊，这叫克隆。对，人也行，嗯，人也克隆，人也可以克隆，有这技术了。比如说于谦啊，啊，于谦，大伙儿开个会议讨论啊，说于老师快死了 啊，快死了，挺高兴啊，是吧？还高兴、啊，高兴之后，咱们得想着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是，咱们趁着他死之前，咱们呢打他身上弄出点东西来呀、啊，咱们也来一个那叫克隆。哦，那我也可能克隆，从你身上啊提取那个什么 DNA 啊，什么这类东西也有。哎，先找一大白瓷罐，嗯，大白瓷罐里外刷干净了，知道吧？找一根胶皮管子，这头搁在白瓷罐里边，嗯，这头弄一针，哦，噗，扎在身上啊，哦，这头扎身上了，是，这头在管子上啊，在这儿，也是那白瓷罐啊，哦，拿这头先嘬，您这给鱼缸换水呢，您这。就做好些个血出来啊，放血，搁葱末，搁点盐，搁点花椒，干嘛呀？搁一张你的相片，做成这样，一接电，一会儿一开，你看呵啊，出一个于谦，没听说过您这都，还搁一我相片。后来这个技术被卖血豆腐的学会了，也就是做血豆腐能用这个，都得研究，都得研究，研究这玩意儿。整个德云社来说啊，啊，有不知道的事全来问我，啊，您都能知道，我好研究。哦，我是一个二手的科学家，这科学家还出二手的，二手的科学家都知道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一不星象全都在行。嗯，有不明问我，哦，后台净问我的，嗯，后台那有一叫侯震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那是我师弟，德云社说相声侯震，对，大脸蛋子啊，那脸这么大个儿，啊。侯家的长子长孙，对，那脸中的劳斯莱斯那是。您说这大脸，好家伙啊！一天到晚先夸嘛，先夸嘛，先夸嘛。有熟的观众都认识他，是这口风。那天找我，这个，嗯，出事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做了一梦，哦，做了一梦，梦见我是一头牛，在山坡上吃草。嚯、哦，嗨，做梦怕什么了？不是，啊，早晨一睁眼，凉席儿没了。自个儿给吃了，赶紧送医院，好好摘去啊！哎，这是解梦吗？这个，哎，给他讲啊，哦，消除他心里的疑虑啊，哦，给送医院去了。做梦是人人都做，哦，老话说得好，梦是心头想。对了，从古到今，还有人写的书，那解梦，周公解梦啊，对对对，周母解梦啊，是吧？两口子一块解梦。周一解梦，周二解梦，什么呀？就是周公解梦。周公解梦，嗯，有的说的挺好玩，是吗？说这个梦见水了，这代表这是有钱。哦，水代表钱。梦见驴，这个坏了，怎
么呢？梦见驴，说明这是有鬼。哦，这是闹鬼。哎，梦见小小子，小孩犯小人了。哦，这不好。梦小姑娘，怎么样？这是有贵人。哦，小姑娘是贵人。哎，最好的就说梦见上天上摸月亮，哦，能当皇上。嘿，我可梦见一千多回了。您现在呢？我不还说相声吗？嗨、哎，这白费劲了。就是研究的不管用啊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想。嗯，白天想的什么，晚上睡觉了，大脑思维没有休息，还在工作。哎、对，把这些个画面、这些个故事，嗯、有机的、无机的，就融合在一起了，结合了。别相信，不要封建迷信。对，是不是啊？嗯，白天也尽量少想乱七八糟的事儿。是，你看每天。找点有意义的事干，干点好事。比如于老师啊，每天生活非常的卫生，卫生。于老师三大爱好，我是抽烟、喝酒、烫头。就是，又来了。别介绍我这个，你看这一直就这样烫头，这两天这卷还下去了，下去还这样呢啊！天天在后台就这出，我要烫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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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老要烫头。天天的，我还说了。我说你到老了，一脑袋白头发你也烫啊、嗯，一脑袋白卷儿、嗯，跟喜羊羊似的。别形容了，啊、他这也不耽误别人事儿。嗯，自个儿爱好，我要烫头，我要烫头。嗯，我要想烫头还麻烦了。是你听见了？我能烫坏了。我没听说过。所以说人家这爱好不赖。哦，坚持着好好烫头没事。我烫头怕什么？我有爱好啊。您是养个花花草草。哦，爱养花啊，养个小鸟。嘿，养几只小金鱼。哦。养那个巴西龟，小宠物，可能有人喜欢养巴西龟，养龟这么大，小绿王八、嗯，对，我养了仨，嚯、哦，天天看着也挺可乐的，是啊，高兴嘛，是不是？嗯 嗯, 嗯，只要你愿意，不伤害别人，你怎么高兴怎么来。养龟啊，除了这个就是说相声，好、哦，天天就希望让观众笑，可有的时候很难。是，前两天我们俩出去说相声去，嗯，我上台观众都不乐，是我站那儿说，大家好，说个笑话啊，于、哦、谦很漂亮。嗯，没人乐。他站那儿，我是于谦儿，哇，不乐了。这有什么可乐的呀？是没想到你长这么寒碜。但是我很希望谦儿哥能够漂亮点。那我谢谢您啊。嗯，天天想这个，晚上做梦也这出。梦见什么了？这这白天的事吗？啊，晚上睡觉，嗯，梦见自个儿出去遛弯去了。哦，啊，走着走着，天上过一颗流星，这得赶紧许愿。哎呦，嗯，日到这儿了啊！哎呀，赶紧许愿啊！希望让于谦漂亮一些。哎，谢谢。你看这流星，啊，没人见了。我什么人缘啊？我这流星回去了，好嘛！天上有人说话啊！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哎，好嘛，神仙都出来了啊！嗯、谁呀、啊？你谁说话啊？上帝。我上帝和你瞧瞧啊，上帝跟我对话啊，不、嗯、我这我得瞧瞧您，我没见过您啊，得去吧，我能上您这看看去吗？啊，来吧，我要您去，一道金光，这是我上天了、哦、你看这玩意儿多神奇，你看这有点意思，梦里什么事都能发生哦，到天堂这一瞧，嚯，嗯，天堂这大门挺大，栅栏门啊，大栅栏门，天堂也搭栅栏门，哎、嗯，门上挂着牌子，写着是大门左右100米，严禁摆摊儿。天堂附近也有小商贩，嗯，等着吧，啊，哪儿进呢？嗯，打里边出来一个，俩大翅膀跟这儿啊，呱嘚呱嘚的。哦，您郭德纲，哎，是，您是天使。嗯这天使怎么流氓的口气儿？这是天使，怎么回事？这是可能就是亲民的，亲民。怎么了，让？怎么称呼？嗯，我叫三儿。哎，天使叫三儿。三哥，三哥，三哥还拎呢。进来，进来，进。嗯，这一进去，传达室出了一大爷，还有传达室，传达室王大爷。哦来了，嗯，来了，来进去吧，等你呢。嘿，进去吧，嗯，来到里边啊，嗯，这一进门，哦，天堂这大客厅啊，那比这屋还大，大客厅，哎，大屏风，嚯，哎，两行字儿写着，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。这是天堂上的词儿吗？在这铺着地板革，铺着地板革，地板革，大沙发，啊，这
儿有一池子涮墩布的，弄得真细致啊。三哥带着我进来，嗯，上帝跟那正等我呢。是啊，上帝正抽烟屁了。哎，来了啊！啊，对，现掐。嗯，坐。啊，老王，嗯，沏水去。那家来茄了啊，来茄了。上帝坐着吧。嗯，你刚才跟我聊天来着。嗯，是。跟您对了句话，上先生。上先生，你叫上先生啊？怎么喊上？上帝就甭称呼别的了。大爷，大爷，认上了。头回上您这儿来啊，还挺好的哈。是，您身体不错，还行，就是最近咳嗽，上不到天了啊。这个抽着烟抽着净呛着，家里都不错，我说都不错。行嘞，就你来了，好好的吃顿饭啊。我还要请客，去准备饭去。嗯。照着最好的准备啊，真好！煎炒烹炸焖刘熬炖啊，嗯，上等酒席款待郭德纲。我说别，嗯，您太客气了，嗯，你干嘛您花这么些钱？那不行哦，这么些年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，嗯、剩下全下地狱了。这会儿您可没想到的事儿，说着吧，说着吧，一会儿菜来了，哦，拍黄瓜。黄瓜片黄瓜丝黄瓜块哎，掉黄瓜地里了。我说怎么就吃凉菜？嗯，嗨，也没别人，你我小三老王，咱们四个不值当的起火。哎，这好嘛，全是凉菜了，吃吧。啊，这是聊着天正吃着呢。嗯，有打外边老王进来了。嗯，那个跟您说一声啊。嗯，于谦的父母来了。啊，哟，我爸我妈去了。哟，这想不到的事儿啊。啊，以你这个人性，老爷子能上天堂啊？那怎么了？这什么话呀、啊？请进来吧。哦，看一看。我打外边，于大爷、于大妈，嗯，两位进来了。哦，上帝挺客气，快坐，跟谁都那么客气。哎呀，哈哈，能上天堂都是好人呐。是是，尤其您两位，于谦的父母，大善人呐。哦，善人，大善人啊。嗯，这个也不到你们上天堂的时间，怎么就来了呢？对呀、啊。老头乐了，我这不交的首付吗？我先看看来。那儿买房去了是吧？先看。哦，好，坐。多少岁数了？嗯，老头乐了，我60，60了。老伴儿59，差一岁。好，很难得来了，得好好款待一下。真好。有什么愿望和要求吗？我满足一下。老头说：“我这辈子太老实了，嗯，我都没出过国，嗯，我想啊，周游世界，这个怎么样？”上帝乐了，嗯，给你，这是一抬手，金光一道，嗯，跟前这一大箱子钱，哦，上面还一摞机票。哦，这就周游世界了，带着钱，拿着机票，周游世界，满足了。哟，谢谢您，上帝啊！嗯嗯，我60了，我现在我有一小想法，您说，我想跟比我小30岁的女的一块儿去。上帝点点头，可以，这行。啪啊，就这一挥手，怎么样？你爸爸90岁了。女的长30岁了，合着挺好。走吧，送走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这送走？我说喝太好了啊！您这高了，您这、哦、来，我敬您去。来，还喝着呢。我们俩这喝着聊着。哦，老王又进来了，打扰一下啊。啊，又来串门的了。谁来了？谁来了？那个阎王爷上咱这串门来了。阎王，上帝说这玩意儿，咱这井水不犯河水啊。就是那地狱，进来吧。哦。有俩外边阎王爷进来了，嗯、辛苦。哎，对，阎王爷说相声啊，见面倒辛苦，可不是江湖吗？啊，坐着。嗯，上帝，那、这个咱们一直商量，咱们一块儿搞一足球赛，那事儿怎么着了？比赛呢？上帝乐了，去，玩去。怎么个赛？一赛你准输，凭什么输啊？好球星都在我们这儿呢。嚯、哦，阎王爷乐了，嗯，你别说大话啊。黑哨都在我那儿了，你赢不了。反正我劝劝吧，哥俩别闹，别闹啊！好商量，都瞧我呢。哦，这话就不该多说，是吧？刚说完这句，阎王乐了。嗯，说相声的吧？看见你了，郭德纲是吧？认识，我是严大爷，你好，严大爷，我还行。啊，没事吧？啊，我说没事，挺好。哦。上边串个门去吧。
嚯，我不去，说相声都在我们这儿呢，我爱地狱里面。来来，走走走，饭不吃了，我们走了。啊，请您去，倒霉催的吗？这一句话说错了，哦，非带我走，跟着走吧，去吧。到阴曹地府，阎王爷乐了，你就不该跟我来。怎么让来的？来这儿你就走不了。嚯，你今儿非死这儿不可，知道吗？啊，你说吧，你要什么样的棺材？你要翻盖的，要滑盖的，要把您搁手机里是怎么？您来电话，没听说。我没惹祸，你等着啊，等我换上工作服咱们再说。好，阎王爷还有工作服，一会儿的功夫啊，嗯，阴曹宝殿乱了套了。是啊，大鬼小鬼都跟这儿干活呢。嗯，你都知道吗？阴曹地府竟是坏人呢。是小鬼把他们插挑油锅。哦，这儿有一大油锅啊，嗯，油跟这儿冒着烟啊，那热的。小鬼拿着叉子，咔，插人往油锅里边扔，扎人，各式各样的啊，各式各样的。哎，有的是呢，俩人抱着一块儿扔的锅里，有的是抻成一方片儿，拉三刀搁锅里，炸不着的，这炸油饼呢这儿。咱不懂这，他看着瘆得慌。他有什么瘆得慌？天天早上起来见啊。啊，废话，有抻成片儿的，还打三刀，抻成片儿这脆这个，薄脆的，这酥这个是啊。哎呀，这不要了亲命了！你说我说相声浇水惹谁了？是啊，正等着呢。啊，阎王爷生电，哦，就听那电铃，铃一响，阎王爷出来了。哦，头戴冕旒冠，身穿赭黄袍，换上衣裳，坐在龙书案后边。嗯，龙书案有这么不到两米。哦，哎。上面摆着扇子、醒木、酒院，哎，阎王爷要开始。龙书案，龙书案摆扇子、手绢，说相声才摆这个是吧？摆着三束花。哎，得了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各位。下面还有话筒，怎么听不见？阎王爷一拍这木桶，嗯。说书唱戏劝人方，嗯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哦，斩了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嚯，哦，这说完之后啊，整个大伙一块儿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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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。来人呐，啊，带说相声的，啊，今天专门办理说相声的。嚯，哦，小狗们打那边压上仨说相声的，是啊，头一个于谦，我去了，第二个侯震，哦，第三高峰。呵，仨人往这一跪啊！对，哎，郭德纲啊，嗯，郭德纲是我带来的，等着，今天审说相声的，嗯，你叫于谦呐？说我呢？啊，烫着一脑子什么玩意儿呢？管着管不着，都说我这男不男女女的啊？来，打他，打我，呼，小伙儿拿一大棍子过来啊！啊，一丈来长大棍子，这么憨，拿大棍子打于老师，噗。噗噗噗噗，打碎了吧？这都噗噗噗的，就是阴曹地府的声音不一样。哦，噗噗噗，哎，这你胡说吧，打不漏了，这都打完了。第二个，高峰，哦，高峰过来戴眼镜啊，是阎王爷，阎王爷，扭过脸来，我在这边呢。啊，这眼神实在太刺了，藐视我啊，打。哎，又出漏一个，哎，这都没声音了啊！啊，侯震，侯震，嗯，侯震过来，侯震过来了，嗯，先换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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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贫，我这口，你熟悉他就知道爱这么说话啊！你不能这样，我相声世家，不打的就是相声世家，啤酒巴掌，啤酒巴掌，嗯，三位满地流血啊，我的心都到嗓子眼儿了，说话到您呢，啊，要了亲命。我阎王爷，您别打我，我没有这么大的罪过，嗯，我就一说相声，我好好的行不行？是是，好好的，嗯，阳世之间为非作歹，皆有你，哦，阴曹地府，古往今来放过谁？嚯，你改得了吗？嗯，我说能改，能改，给搬一凳子，这都坐下了，不打了，倒杯水，来，你抽我这个，哎，跟阎王爷这让上烟了，谢谢。但是有一点啊，嗯，这仨都打成花瓜了。是啊，你要不挨打说不过去。对呀，啊，这么着吧，啊，死罪已免，活罪难饶。要干什么？你们四个得接受惩罚。怎么个惩罚呢？搭上来。什么呀？说一声搭上来，啊，一帮小鬼又打后边，搭上四个这么大个的王八盖子。王八壳。对对对对对。哦哦，夸夸夸排好了。嗯，三个上面写着个公字儿。
一个上面写个母字儿，还分公母。演员乐了，来吧，你们四位钻进去啊，回去吧。哎呦，回阳间，四位变成这王八，转世投胎，这事儿就拉倒了啊啊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心说这不要了命了吗？是啊，四个壳啊，仨公的，一个母的。对，这要抢着公的还则罢了。嗯嗯嗯，这要抢着母的，这罪过可大了。那是不行啊！我还没明白过来呢。嗯，这仨人真坏。怎么了？于谦、高峰、侯震站起来，蹭蹭蹭，嗯，每人钻一盖里边，扭头就跑。我们就要这个公的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汗都下来了。啊，我说杨伟，嗯，我说杨伟，我求您了啊！这别的还好办，这个没法开玩笑啊。是，他们仨都是公的，我是母的。嗯，这回去之后，河边我碰见了，一闹着玩，我哪受得了这个？谁跟你闹？谁跟你闹啊？我说我求您，我改了，行不行啊？啊，杨维乐，你说改就改。对，行了，那你甭钻了，饶了你吧，把我给饶了。你说这事，一着急一睁眼就啊，一身的冷汗，噩梦醒了，我做了个梦，这是假的。哎呦，得亏是假的。嗯，可说是假的，又有一个事儿我闹不清楚。什么事呢？我家养的小王八说话了。说什么了？我要烫头，我要烫头。